要选出心目中的冠军。这么漂亮，强而有力的手臂。不过这么讲大家会误会，很有明星脸啊，喜欢上的也给 Q， 太难选了。哎呀，做咩你要俾啲咁嘅问题？我做主持，我唔系做评审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好吸引啊，有少少一见钟情嘅感觉。其实佢有少少似我嘅初恋情人。真的很难选呢，八个都很漂亮，被他眼神颠倒，体贴，很聪明，可爱，很美丽，很难选项。在八位佳丽当中呢，我最看好是一号史令，第一印象给我特别好，他特别体贴。史令令一号，有时会被他眼神颠倒，我觉得他会今年的冠军。一号的史令还蛮有气质的，我对他还蛮有信心。一号史令令经常看了照片，看过了他，没想到他真的是很美，他会拿冠军。八号全部 contestant 他是最高最有聪明的笑容。五号 Michelle， 因为我也是来自槟城，所以我想支持下自己州属的人。七号的 Serene Chai， 私底下他其实还蛮 nice 的，然后具体上呢他是比较占优势。Bella， because she got very elegant face and very charming smile. I wish them all good luck and continue to see who's gonna win it.Serene， 她是里面最年轻，又动静皆宜，然后她外表上面看上去非常斯文文质彬彬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很特别。我之前咧一号嘅 Serene 加油喎、哦，一号嘅 Serene 呢、这个女仔，即系高高瘦瘦又好 sweet， 好有亲和力，应该都几有冠军相嘅。一号的 Jelly， 因为我觉得她很有明星感啊。我心目中的冠军 ，Yeah。六号 Kenda， 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阳光，然后笑起来特别的灿烂。四号 Show。素诗会，她的美丽应该不只是在于她三维的线条，应该包括她强而有力的手臂、肌肉的线条。二号嘅啊 Jacqueline， 俾我感觉佢系一个有灵气嘅女仔啊，佢嘅眼好大粒，同埋佢面尖尖咁样咧，佢同你讲嘢嗰刻咧，佢嘅眼系摄住你噶。一号嘅 Sherry 好吸引啊，有少少一见钟情嘅感觉，其实佢有少少似我。你初恋情人嘅，耶！拍得你，希望咁多位佳丽一齐加油。